就是很稳，你在现场会觉得他特别稳，包括演戏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稳的一个状态。拍这个戏的时候他就完全沉浸在这个角色当中了。你眼睛，我眼睛怎么了？越来越像司仪了。而且看完成片我觉得他传达的非常精准，这也是他给角色赋予的这种能量。他其实挺艺术家性格的，他在一个角色当中，这个角色是什么样，他在现场就是什么状态。张扬，他可以做到很张扬。漫长告白里，立冬就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感觉。你说他脑子进水吧，也不至于，就是怪。一个生病的、有点虚弱的，但是又对这个女人有着炙热的爱的。他想抱你吗？你说什么？当你深深爱着一个角色的时候，你才会享受这个角色带给你的状态。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鲁一已经开始享受角色带给他的这个气质了。他属于就是跟这个演员跟这个里边的角色有挺像的地方，非常好。我无法想象立冬不是张鲁一。真正的好演员就是好。